这个人蹲在墙壁后面的吗？这么乖。哎，搞这种。这好像就一个啊，这个人啊，有没想法各位？要不要满他？有没有冲？就一个人，虽然说他手上是一把狗渣，但我们 M 四说实话也不怕他的呀，对吧？怎么说？干不干？各位，干了这一票，我们狗渣就到手了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喵喵。楼上的听得到吗？啊，听得，怎么了？我彻底缴械投降，把赌侠丢下来，不然我就冲上去把你灭了。你要什么？狗杂。狗杂？嗯。你怎么知道狗杂？因为我看到你开枪了。缴械投降不？缴械投降不？来，缴械是吧？你把枪都全部丢掉，然后走下来，把枪都丢掉，然后走下来，光可以不缴械啊？你想干嘛？啊？我有点卡。你不要浪费子弹，我告诉你吧。我把子弹打光去。我告诉你，你再开枪我就开火了。啊！我就攻了，我要上来了，你不听话，不缴械投降，不按我的要求去做，我就灭了你了。哦、啊！你死了。是吗？开始跑，他挺快呀，这个人啊。哦哟，不听话，不听话。What do you do, 少年？又来，还开车骗我？说实话，这人挺会的，这个人挺会的啊，挺会的。他开车开枪特地骗我。对面来了，来了两台车。哇，他这一波说实话，要是换你们来的话，你们早死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。这不还好是董事长，我用真诚换他的心，结果他想套路我。这个包不能铁，因为对面有人架着。说实话。不能舔，不能舔。哎呀，对面的都不动了，这么猥琐啊！说实话，你没看到吗？这一波他假装开车跑，然后勾引我出来，满他，我差点就翻出去了。这不差点就上当了。哇，对面的这么猥琐吗？你好歹露个头出来啊。
哇，说实话，这波包真不敢舔，大大的问题，这局没被进啊，就算被进，我手一抖，这个镜头抖的鸭皮，什么玩意儿这局？这个六倍八倍啊！捞呀，捞呀！老呀，来，顺便给他开个200好礼啊！大家可以送出一个应援手环就可以参与了，开了个200好礼。那、抽中奖的可以去抽皮肤啊，中奖的话啊，送出一个应援手环就可以参与了。主要是他人多，这队人。这个局得认真打，不能保持这个镜头，不能让它抖，它抖来抖去就很恐怖。哎呀，捞呀！对面的你呀，快快出来！哇，这边的真的有点猥琐了。哦，还好我这里有台车的，我这台车是停在这里，我还想说停一下。又被放倒一个，哦，又来一台车吗？一枪打死完，啊，谁说三倍镜不能打狙的？三倍镜也可以打的。他左边放倒一个，对面的不动，我先等对面的动去。来了。你怎么蹦呢？蹲我半天。溜了。搞不动了，看见没有？现在才舍得出毒，忘了，三个人站在你上面阴我半天。